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宜家用心，摄耳谛听。信向菩萨，崇拜佛言，世尊，富有众生，其形极丑，身黑如漆，两耳复青，双颊巨腹，泡面平鼻，两眼黄赤，牙齿疏缺，口气腥臭，矬短臃肿，大腹小腰，手脚僚立，楼脊凸肋，肺衣见食，耳疮脓血，水肿干消，借赖拥居，种种诸恶积在其身，虽亲妇人仍不在意，若他作罪横离其殃，永不见佛，永不闻法，不是菩萨，不是贤圣，从苦入苦，不得休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，以前世时，为子不孝父母，为臣不忠其君，为上不爱其下，为下不恭其上，朋友不赏其信，乡党不以义从，朝廷不以其爵，断事不以其道，心意颠倒，无有其度，杀害君臣，亲临尊长，发国掠民，功臣破物，偷劫盗窃，恶业非一，每己恶人，亲临孤老，污谤贤善，轻慢师长，欺狂下贱，一切罪业悉具犯之，重罪业报，故获私罪。尔时诸受罪人闻佛世尊作如是说，豪气动地，泪下如雨，而白佛言，唯愿世尊久住说法，化我等辈，令得解脱。佛言，若我久住此事，薄福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为我常在，不念无常，造诸无量不善之本，后方追忆，悔无所及。善男子，譬如婴儿，母常在侧，与母不生难遭之想，若母去时，便生可养思恋之心，母方还来，悉乃生喜。善男子，我今亦复如是，知诸众生不求常住，故波涅盘。于是世尊即于受罪众生而说偈言：水流不常满，火猛不久燃，日出须臾没，月满还复亏，尊荣豪贵者，无常复过世，念当勤精进，顶礼无上尊。尔时世尊说此偈已，诸受罪人咸悲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众生作何善行，得离思苦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当勤孝养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归奉三尊，勤行布施，持戒忍辱，精进禅定智慧，
慈悲、喜舍，愿亲平等，无有二相，不欺孤老，不亲贫贱，护人有己，不起恶念。汝等若能如是修行，则为以德报佛之恩，永离三途，无复众苦。佛说是经已，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声闻缘觉即得六通三明，具八解脱，其余大众得法眼净。若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不堕三途八难之处，地狱修习苦痛安宁，心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思经？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？佛告心向菩萨：善男子，此经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，汝当奉持，广令流布，功德无量，十诸大众闻说此法，一心欢喜，定待共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大可不畏。相与今日，起不畏心，起慈悲心，成诸佛力，行菩萨道，念地狱苦，发菩提心，当为今日现受地狱道苦一切众生，现受恶鬼道苦一切众生，现受畜生道苦一切众生，广集六道现受苦者，一心一意为其礼忏，令此众生悉得解脱。我等若不勤行方便，转祸为福者，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。相与至心，当念父母师长亲戚眷属，未来应受苦报，意念自身，未来现在方应此苦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至诚恳切，苦道用心，愿令一念感十方佛，一拜断除无量众苦。若六道中已受苦者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即蒙解脱。若六道中未受苦者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永得断除。从今日去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除三障业，随念往生，灭五部位，自在解脱。勤修道业，不修不习，妙行庄严，过法云地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用心，摄耳谛听，善思念之。杂藏经说，时有一鬼白目连言：我身两间有眼，胸有口鼻，而无有头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：汝前世时恒作魁快弟子，若杀人时，汝常欢喜，以神解挽，以是因缘故受此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：我此身形常如块肉，无有手足、眼耳鼻等，恒为虫鸟之所啄啖，如是苦痛难堪难忍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：汝前世时与他毒药堕胎落孕，令诸众生命不全活，已是因缘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：我腹极大，咽喉如针，穷年足岁，不得饮食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：汝前世时作聚落主，自恃豪贵，饮酒纵横，侵其他人，夺其饮食，饥困一切，已是因缘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：我一生来有二热铁轮在两翼下，举身焦烂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：汝前世时与众作饼，
倒取二番，加两意下，已是因缘，故获思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常以物朦胧其头，为人来杀，心生不惧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以前世时淫犯外色，常为人见，或为夫主捉服打杀，常怀恐怖，故获思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岂得不人人生大怖畏？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因作如是无量罪恶，如是等罪，皆因无慈悲心，以强欺弱，伤害众生，乃至盗窃他物，迷惑失道，缠谤贤善，作种种罪，如是罪报，于恶道中必受其苦。今日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五味六道，以受苦者，当受苦者，求哀礼忏，以为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，求哀礼忏，以为自身，求哀礼忏，以作之罪，愿起除灭，未作之罪，不敢复作，唯愿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莲花尊峰佛，南无净宝行峰佛，南无电灯翻王佛，南无法空灯佛，南无一切众德成佛，南无咸翻床王佛，南无一切宝智色持佛，南无断疑拔欲除明佛，南无亦无恐惧威毛不束佛，南无狮子佛，南无名称远闻佛，南无法名号佛，南无奉法佛，南无法闯佛，南无须弥灯光明佛，南无宝藏庄严佛，南无旃檀摩尼光佛，南无金海自在王佛，南无大悲光明王佛，南无优波罗莲花圣佛，南无莲花须庄严王佛，南无金刚坚强自在王佛，南无殊胜月王佛，南无日月光王佛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常精进菩萨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虚空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护六道，现受苦，当受苦，一切众生，令此众生即得解脱，以神通力断除恶道及地狱业，令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舍苦报身，得金刚身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尽修满十地行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。闻熏过旧，果报随行，舍身应受战无停，善恶自甘成，渺渺冥冥，愿佛放光明。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佛身相好，巍巍恍若紫金山，法海澄清，皎皎犹如银汉月。菩萨圣贤应供于人间天上，辟支罗汉说法向此界他方。三千刹海之明灯，百亿昏渠之皓月，躬身莫测，得后难量，作三界之权衡，见三十之佛事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自当第三卷功课圆满。三昧行人出入三十，归命三宝，端秉一心，
热五分之真香，散三春之花蕊，盘成妙供，欧饭香茶，中庆和鸣而梵音深妙，奉经行道而淹没禅思，所作从心，总生回向，乐邦无量寿，教主释迦文，观音并地藏，罗汉与声闻，天朝及地府，三界众高真，贤生欢喜念，见此圣功勋，悲心无懈倦，复护于群生，以资不尽功因，奉为求忏众等，列三毒根，越三界网，福愿三业清净，三解脱门而成就，三空顿悟，三无漏学以宣明，永托三途之宝，长生三宝之家，三空顿悟于色心，三障全该于解脱，三齐果满，三觉公缘，三乘得道之圣贤，三有同沾于利乐，忏文虽演，恳切未成，请众前功再求忏悔，梁皇忏三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三毒罪，清正菩萨八光地，忏文举处罪花飞，解了冤，灭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三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八光地菩萨唯愿哀纳受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。曹溪水一派向东流，观音瓶内除灾救，醍醐灌顶涤尘垢，杨枝洒处润娇枯，咽喉中甘露自有琼浆透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四智圆明之妙体，言若心中之皎月，似无外变之玄音，高超节外之空谈，运四心于四恶趣中，离四相于四身界内，信佛恩之广布，养圣德以弥高，唯愿弘慈见资诚恳，上来奉为京城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自当第四卷入坛缘起，四悉坛人于四仪中，刻念圣念以投诚，心正身正而作礼，平沾三岛之春花，炉热六珠之香盖，灯燃汇聚，贡献纯陀，礼拜旋绕，奉咏赞扬，八路披尘，刻勤忏悔，切念求忏众等，自从远劫直至今生，迷四大之色身，受四身之轮转，起四相之颠倒，犯四种之律仪，从迷至迷，由苦入苦，随静风之逆顺，逆爱水之沉沦，无名为众为身，烦恼如胶如漆，凭大法以宏宣，仗真权而解释，今则寸心尽快，刻骨铭基，即大德之高流，运一心而忏悔，仰叩宏慈，明勋加倍，四八端严为妙相，生其三大劫修来，面如满月目如莲，天上人间贤恭敬，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，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，
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，显果报第七之余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家至诚一心谛听。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尔时木莲从禅定起，游衡水边，见诸恶鬼受罪不同，十诸恶鬼各起敬心来问木莲往昔因缘。一鬼问言：我一生来横抱饥渴，欲至厕中取粪啖之，厕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，出不得进，何罪所致？木莲答言：汝为人时，作佛土主，有客比丘来寺乞食，而汝迁徙不与客食，待客去后乃行救助，缘汝无道迁徙众物，亦是因缘故获私罪，如今花报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问木莲言：我一生来肩上有大铜瓶，盛满羊铜，以勺取之，还自灌顶，痛苦难忍，何罪所致？木莲答言：汝为人时，作寺为挪，知大众事，有一瓶书藏着瓶处，不依实行，待客去后乃行救助。书是招提之物，一切有份，缘汝无道迁徙众物，已是因缘故获私罪，如今花报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问木莲言：我一生来常吞热铁丸，何罪所致？木莲答言：汝为人时作沙弥子，取清净水作十蜜浆，十蜜煎大，如起道心，打取少许，大众未饮，汝道一口，已是因缘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果在地狱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木莲所见，大可怖畏，我等亦可今作此罪，无名所覆，不自亦知，托有如是无量罪业，于未来世受苦报者，今日至心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惭愧忏悔，愿起除灭，又复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恶鬼求哀忏悔，又奉为父母师长求哀忏悔，又为同坛尊正上中下座求哀忏悔，又为善恶之事广及十方无穷无尽死生六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。若已作之罪应今除灭，未作之罪不敢复造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狮子佛，南无明严佛，南无牟尼佛，南无妙花佛，南无华士佛，南无善宿佛，南无导师佛，南无大臂佛，南无大力佛，南无素王佛，南无修药佛，南无明相佛，南无大明佛，南无阎坚佛，南无照耀佛，南无日藏佛，南无月世佛，南无众阎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，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大慈大悲，唯愿救拔十方现受恶鬼道苦一切众生，又愿救拔十方地狱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无量众苦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断三障业，无五部位，八
节喜心，四弘备物，面奉慈言，资成妙教，不起本处，诸漏永尽，随念辅应，遍诸佛土，愿行早缘，速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拥有权势的人也会行事邪恶，听闻的人们啊，扬弃追求地位与权势的所有欲望。国家领袖为了建立权威而从事许多恶行，并且也要为以他们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担负起责任，他们将面临行为所带来的后果。军队领袖最终将尝到因其命令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。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，究竟有什么利益？何必积极追求权势、财富、升迁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、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？觉悟的状态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